放松啊。干嘛呀？你要不要嘴巴里吸了？不用拿纸，不用拿纸，放松手拿，不要拿纸，你拿个管子，哎，放松，对，你赶紧放嘴巴里吸，哎，好，来做做深呼吸。刚才反正感觉刚刚有，拿出去看。好好好，我想把这个吸干净。但是喉咙里面在呼噜呼噜吗？嗯。喉咙不要发声音哦，不然回去疼。喉咙不要发出声音啊，不然回去喉咙会疼。不好意思，你好，这叫代餐。他现在就吃软硬，你咋的？卖东西的。接地结果啊？接地的报告吗？你先讲，最终接地的报告吗？谁啊？是第三人，你自己去查一下。先是有报告就行，报告到时候你到时候回去就帮你打一下，然后就行。啊，这边就行。不要一直咳，慢慢吸气，慢慢呼气啊。小杰，小杰上面写的呀。Thank you.